创业孵化基地，这一层楼呢都是一些创业的年轻人的代表，这是祁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创业的平台和地方。今天这里要举办他们的年会，那我们上去吧。开始呢，这里就有很多民族服饰店呀、民族工艺品的店，还有各种头饰、饰品的店。他们的聚会在四楼。我们这个孵化基地的三楼有我们的嘎叔的公司哦。好，王大哥，我们迟到了，就是你看你们迟到主持人的招手吧，接下来会让我们过来看，或者是一定会来。我看你这个怎么比？四个字，我什么都会放那个。啊，也可以这么整。对你一个，说这个，就是一无所有。对，好，不是。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呐、你们好不好？世界是如此的小，我们注定无处可逃。当你尝尽人情冷暖，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而烧，生活的压力，生命的尊严，哪一个重要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2019年心想事成。草原深处有一座毡房，装着我辛苦从前美好的时光。毡房前有一条弯弯小河，带着金色的梦幻，我奔向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，加油！来，动起来！我以为谁先下班了？安全第一啊，安全！好，来，你们下去啊！好，我看到了啊，剩下啊，你们两位可以下去了，剩下获胜的三组啊。可以了。奖品在于墙上的这个气球里面，要扎破。好，来。音乐停的时候，苹果落到谁手上，谁就要去上台表演。对。走过往期奋斗的汗水刚刚逝去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们齐心协力，锐意进取，我们的辛勤工作换来了今天丰硕的收获。回顾旅途，胜利的笑容正在蔓延，携手今宵高歌这一路，感动与荣耀。展望未来，我们满怀憧憬，激情澎湃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张开腾飞的翅膀，向更高的目标飞翔。让我们期待明年，明年再聚。我们的新的一年，
엠들 빈당 탈퇴 한번 드리겠습니다. 빠이시대.